你會揀邊個國家你點樣記住？我揀北歐國家。鯊魚行校長來生不做中國人。我是反對一黨專政，因為一黨專政就令到你腐化。但是辦學11年黑名遠播的梁校長押上半生名聲，在今個學期推行那多臭細的國民教育，個矛盾都只是因為他愛國，認為學生都應該對國家有使命感和自豪。喂，你說做世界公民 OK， 很遠大的理想，但你起碼你自己有國家 的公民先，你連自己的國家公民都的意識都沒有，你不配做世界公民。不过同啲咁嘅人同一个国家点爱国啊？一粒老鼠屎就搞我一镬粥啦！但我觉得唔好睇片面咯。嗱，我觉得呢啲咧就唔系话中唔中国人嘅问题，而话个人嘅德育问题。仲叫我哋要信国教科嘅老师，倾倾下先发觉57嘅佢唔信耶稣。不过我信人真本钱，因为呢个钱都系香港损失。雖然是小圈子選出，我尊重個機制。如果呢個機制係咁嘅話，我就要信呢個機制。雖然無論佢幾有心辦學，都未必能夠將國教合理化。不過，就算國教嗰多臭場點啊，都唔可以否定佢視學生好似仔女嗰份愛心。